首先介绍一般非真空中使用 BNC 接头和接法，准备好向 RS 公司购买的 BNC 接头相关材料。BNC cable、焊枪、焊锡、波线钳与压线钳，采取适当长度的 BNC cable。先将 cable 黑色外皮剥去约18 mm，利用剥线钳将 cable 中心讯号线外壳剥去，剥去长度约为5 mm。利用焊锡与焊枪将金属针与线号讯号线连接。将金属环套入 cable 上，将 BNC 接头套入，直到金属针由接头中心冒出。将金属环推至最前面，并将多余金属网剪去。利用压线钳将金属环紧紧套住 BNC 接头，若要将 BNC cable 放入真空中使用，则必须将 cable 黑色外皮完全剥去，剥去后便可于真空中使用。